大家好啊！今日开 LEGO Mini Figure 迪士尼 Version 2，今次已经系第九包啦。之前开咗八包咧，都好彩冇抽到重复嘅角色啊！希望今次第九包继续开埋其他未开嘅角色啦。但系中咗相同嘅机会率咧，都越嚟越高啦。因为咧，已经开咗接近一半嘅角色，差唔多有二分一机会系会重复噶啦。时间关系，已经展开咗袋口啦。好，我而家即刻倒出嚟，睇下系咩角色。哦，系米奇老鼠，见到有条裙吗？真系唔好彩啦！头先啱啱先讲冇中到相同嘅角色，真系中咗相同啦！话咁快就好，照砌咗佢先。好，畫咁快已經砌好咗啦，因為已經砌過一次，冇錯啦，大家觀眾都睇到啦，係米妮老鼠啦，我哋之前嘅片已經抽到噶啦，我拎埋另外一隻出嚟睇下，等佢哋做一對好姊妹啊！好啦，依只咧就係啱啱拆嘅米妮老鼠。依只就係上次拆到嘅米妮老鼠啦 ，Cheese 有兩隻米妮老鼠啊，唔知幾時中到米奇老鼠呢？如果最尾抽唔到嘅話，可能遲第一隻扮住米奇老鼠先啦，因為都係得少少分別嘅啫，除咗跳裙佢就係變米奇老鼠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睇下會唔會抽到其他剩翻嘅角色啦，希望唔好再抽到重複啦。好，拜拜。